好，不要。先是说偏看人。那你刚刚跟我说，为什么要跟我说对不起？因为睡觉之前我要跟你说对不起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会12点钟才睡。那你不能早点睡觉吗？不行，因为如果你睡到一半的时候，半个钟头的时候还没起来，然后我已经有一点点体力。哦，你就有点体力了，然后就不想睡觉了，是不是？那你就闭眼睛啊，让他休息啊，就会想睡觉，可不可以？哦，为什么不行啊？那你跟婆婆闭眼睛很麻烦，闭眼睛很麻烦，会怎么样？一直闭很累吗？还是？我是闭，突然想张开。对，我突然想张开了，因为不想闭了，是不是？那你跟婆婆睡觉的时候有？没有。没有什么？没有闭。你跟婆婆睡觉没有闭眼睛啊？哦，好。我会吃。